陈晨姐让咱帮忙抄请帖了，抄完你倒回来了，挺会溜的。对不起啊，亏我姐还对你这么好。陈晨姐结婚怎么一点也不上心啊？这是啥呀？根本看不懂。我觉得你是一号。我二号，肯定是二号。你看那体型跟二号多像。哎，那咱们这样吧，还是老规矩，买定离手，然后下周让陈晨姐做裁判。下周我就不能跟你们一块看了。也不知道那边有没有锅盖，要是没有锅盖的话，我也不知道是几号。那谭鑫，你到时候给我打电话告诉我。怎么啦？要哭是不是？不准哭！结婚这么值得开心的事儿，你们一个个的，憋回去。要不然这样吧，咱们干杯，来。庆祝我新婚快乐！去哪儿了，谭鑫啊？我都找你半天了。你忘了陈晨姐让咱们帮忙抄请帖了？抄完你倒回来了，挺会溜的。对不起啊。亏我姐还对你这么好。陈晨姐结婚怎么一点也不上心啊？整天也不知道在干啥。谭鑫，你这回太不仗义了。谭鑫。我知道了，是我没心没肺，忘恩负义，行了吧？小陈姐，对不起，你都要结婚了，我什么都干不成，连请帖都没有帮着抄。你放心，我一定送你一个最好最好最好的结婚礼物。傻丫头，我等着你。睡觉你是啊？爸，我洗完这盆就睡。明天早上你别晚了，这晨晨结婚是吧？我知道了，爸，明天去睡吧。什么孩子，你瞅瞅。